Oh happy day, oh happy night， 一张开双眼就有爱，不用耍酷，假装迷糊，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跟你撒娇摇摇头，跟你开心手牵手，不需要什么理由，我们充满幸福诱惑，感受爱神的祝福。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两个人一起制造甜蜜浪漫，可在你身旁什么都不用害怕，感觉爱的力量。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两个人一起每天那么精彩。 Oh baby baby I'm your sweetie baby， 你是我心中永远，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两个人一起制造甜蜜浪漫，可在你身旁什么都不用害怕，感觉爱的力量。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两个人一起每天那么精彩。 Oh baby baby I'm your sweetie baby， 你是我心中永远Super Number One。罪，少棠会被抓去关的。我看少棠应该没这个胆吧。嘉欣，话不是这样说，我不是没这个胆，我是不可能做这种事，好不好？这真的很严重哎。警察，左少棠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的？啊？我怎么可能会有证据啊？这种事情。也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好不好？哦，听说强暴犯喜欢用手机拍下被害人的照片。你神经病啊！我左少棠行事光明磊落，说没有就没有，我无愧天地，才不怕你们看嘞！怎么样的人了吧？哦，不对，我讲错了，他不是人。你现在想跟他交往吗？还好我昨天就拒绝他了。你怎么早讲啊？什么意思啊？没有没有，我是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左少棠不是个好东西，要不然我也被受害了。这些照片真的不是我拍的，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照片。还在狡辩，左少棠，我这对你很失望。我一定要报警，把你这变态绳之于法，接受法律的制裁。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哦！真是太少了，太少
淑玲啊，我相信你一直都知道我对你有多好。我知道，可是请原谅我，协理，你有你的需要，我也有我自己的道德观啊。淑玲，我已经说过了，我愿意付钱，更何况你家庭的状况不好，就答应我今天下午到饭店来行不行？协理，虽然我缺钱，但是我真的不愿意。淑玲，我已经跟我老婆讲好了，她也答应了，让我再考虑一下好吗？今天下午时间你知道的，富都饭店1308号房，希望能够见到你。先让我考虑。哦，淑玲，你没事吧？经理，我没事。协力，张经理，主管会议时间快到了，希望你来得及准时出席。等我开完会再找你算账。哎，张景涵，我终于等到你了。你怎么上来的？请问在干什么？哎，我怎么上来的不重要好不好？张小姐，你知道我查了好久才知道你在巨蛋上班，有关于早上的事啊，你真的没有必要报警呢。我不想听你说，经理，你看，哎，这事情有关我的名节，还有你的名节，我不能让你误会，然后跑去报警啊。张景涵，拜托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哎，我真的没有强暴你啊。虽然我们衣衫不整，在同一张床上睡了一夜，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可是我真的没有脱你衣服啊，而且是你自己爬到我床上来的。淑玲，全家绝对把他赶走。经理啊，不好意思，淑玲她先走了。走？为什么先走？她接到赖协理电话之后，就拿包包出去了。赖协理。你到底了不了解清不清楚，我真的什么事都没做。我现在就是跟你废话啊。你怎么来的？什么？我是说你怎么来的？开车啊。哎，你干嘛？这我跟阿信借的。你要去哪先讲啊。想那种人啊！哎，张小姐，这你要干嘛？张小姐，你到底要干嘛？张小姐，你没事吧？麻烦了，等一下，我帮你。张经理，经理，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你不是在援交吗？援交，经理，我们怎么可能在援交啊？可是我听到你不愿意，他要付钱，那你又缺钱，然后约了这个饭店的。原来是这样啊。你误会了，经理。其实，你说吧。反正我本来就愿意认错的，也没有什么不好让别人知道的事。经理，其实赖协理他是我爸爸。你爸？协理是在和我妈分手之后，才发现我妈怀了我。
可是当时他已经要跟夫人结婚了，之后他就一直希望我能够认祖归宗。原来是这样啊。我跟你讲，人家只不过是私生女认祖归宗大会，居然拿着灭火器冲进去，还好你没 K 下去，要不然那个老奶奶一定挺不住往生去了。哎，奇怪，我怎么知道淑玲是邪典女儿啊？哎，等一下，我干嘛跟你这个强暴犯说那么多啊？去。不是强暴犯啊，张景涵，我看那么关心下属，你人应该不错啊，就是莽撞了一点。你为什么不肯听我解释？说不定是你误会啦、啊。那照片你怎么解释哎？那照片真的不是我拍的。因为我会相信你吗？没事带我回家，明明就心怀不轨。喂，昨天我是出自好意才带你回家的，你为什么要把所有人想那么坏？为什么一口咬定我枪爆你？你为什么不肯相信别人？我并不是想把所有人想得那么坏，也不是不肯相信别人，只是我不相信的人只有你。为什么？因为我恨你。奇怪，为什么这么恨我？系列的，好，这个阿信这几天都没有跟家里联络，我真的很怕他出事哎。乔乐，你这么关心女性干嘛？你是他妈？不对，他妈好像都没这么担心哦。是邻居嘛，那互相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啊。拜托，你喜欢李雨欣就直说嘛，说什么对内幕你知道啊？谁喜欢他啊？哼，我还在坐娃娃车的时候，就是让人闻风丧胆的追男圣手嘞。你想要糊弄我啊？还太浅。好嘛，喜欢就喜欢嘛，不过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哦，尤其是阿信。李雨欣到现在连个鬼影都没有看到，我是要怎么告诉他？即使他回来了，你也不能跟他说哦。我才没进去讲这个哎。一定哦，保证哦，绝对不能哦。知道啦。嘉欣，景涵，
你还好吧？我很好啊。这女孩子真坚强哎。应该是强颜欢笑吧。是的，发生这种事情，我除了逼自己忘记之外，我还能怎么办？冷静来了。对不起，等一下。对不起，已经满了。左少棠，你现在成为本公寓的女性公敌了哈！你现在一定很想要消失在地球表面，然后把自己隐形起来吧！我总算让你尝到我当年生不如死的感觉了！哦，还有心情给我打球？看来你还不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啊！哎，强暴犯哎，没想到强暴犯会打球哎。也对啦，多打球也好了，免得到时候他精力太旺盛，又跑去强暴别人。你干嘛？你说谁强暴犯？就说你呀、啊。别的东西，
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录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阿信，我是少棠，我想我可能要搬走了。我现在正在找房子，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等你电话开机我们再电话联络吧。说我哎，什么事啊？今天早上全体住户开会表决说要你搬走。阿姐，拜托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你现在要我搬我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也没办法啊，大家一起决定的，快搬啦。对啦，快搬啦。好，我中午以前搬走。阿姐，刚才左上堂说要搬什么？要搬走。搬走？你放心，以后就不会见到他了，免得伤心。左少堂要搬走了，谢谢光临。Hello， 阿信，你这几天跑去哪里了？大家都很担心你哎。是吗？嗯。我想，除了你之外，应该不会有人担心我。我只要加1000块，没有会员卡，发票不必打编号。好，那油表从零开始。那赠品呢？你要什么赠品？如果你不能当赠品的话，那我就都不要了。小乐。要。这个送你。送我？喜欢吗？好漂亮哦！可是为什么你要送给我啊？你觉得是为什么呢？看你在这么油腻的地方打工，我真的觉得很心疼。不要用家好了，离开这么多天，球队衣服没人洗，休息室没人扫，我真烦死了。
阿信对我这么好，我不去球队帮忙，会不会太忘恩负义啊？丹心，你买新冰鞋啊？也对啦，你那双破冰鞋啊，早该丢进垃圾桶了。这双鞋是阿信送给我的。李玉信，他终于出现啊！他送你这干嘛？李长乐，你该不会答应他去球队当什么免费的管理员吧？没有啊。那就好。我还有一双破冰鞋就收买你了哎！我告诉你哦，你可千万别上他的当。他对你好，只是为了要你去帮他当免费的管理员。哦，对，嘉欣，你有没有看到对面贴红纸条啊？什么红纸条啊？就是招租的红纸条啊，左少棠好像要搬走嘞。是吗？他搬走了？也对，如果他不搬走的话，大家会怕的比他先搬走，毕竟没有人愿意跟小麻烦住在一起啊。没想到左少棠竟然是这种人。就是啊，如果说李勋是强暴犯，可信度还高一点哦。哎，你不要乱讲好不好？阿信才不是这种人。好好好，你的阿信最好，好不好？可是说也奇怪，左少棠本来是要追我的，结果就想抱景涵。他喜欢的range还蛮宽的哦。这就是我妈常说的，没鱼虾也好。的确，喜欢上景涵的确是蛮瞎的。小姐怪怪的耶，你也发现了？哦，还有说被强暴的人哦，会这么样子的平静哎，我还看过他在笑。哦，我看一定有鬼，说不定啊，根本是张景涵自己搞仙人跳哦。对呀，那个左少棠看起来也不像是坏人啦。喂，一定是你们两个要讲人家闲话，不会回家去讲啊？人家在那边都听到了，你们不讲人家闲话会死是不是？骂我也就算了，人家张景涵是女孩子，连她的闲话也讲，到底干你们屁事啊？社会上就是有你们这种人喜欢乱造谣，才这么乱。什么仙人跳，莫名其妙嘛你们。想打我还是骂我？没有啊，没事。
信，我是少棠，我想可能要搬走了。我现在正在找房子。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等你电话开机，我们再电话联络吧。老天爷啊，感谢你终于让我找到他了。这些真的是我想要的吗？交出来。阿信，你穿鞋进来，警还会抓狂的啦。他抓狂，我才想要杀人呢。他人到底在哪里？交出来。你到底要做什么啊？想清楚我就告诉你他在哪。我刚刚回到家才知道左上堂搬走，我妈说因为他强暴张景涵。太好笑了，他怎么可能强暴他啊？什么东西呀、啊？哦，就用这种荒谬的理由，你们在家就要把他逼走啊？我讲完了，他人呢？他不在家。耍我。阿信，景涵真的不在家啦？你在闹什么闹啊？你跑来这边干什么啊？给我回家啦！不回去啦，我非得要张景涵不可，我绝对不相信少棠是这种人。就跟你讲啦，他手机里面有偷拍景涵睡觉的照片啊，这还不够当证据啊？当然不够啊，如果少棠真的这么下流的，他为什么不把偷放在拍？你们回答我啊。知道吗？少棠连牵女生的手都会害羞，她怎么可能直接就去强暴啊？就算是自由身跳起也跳太远了吧？如果她是强暴犯，她就不会到现在都还是处男了。更何况哪有强暴犯会做完案之后还把人留在自己家里面的呢？这些问题，难道你们都没有想过吗？可是，她有可能是为了掩人耳目，是智慧型犯罪啊。智慧？如果少棠有智慧的话，她干嘛不强暴你啊？喜欢的是你，他光是暗恋一个学姐可以暗恋十年，像这种爱情白痴，有可能会是智慧型的强暴犯吗？那他人呢？你有打电话给他吗？他手机不通啊。算了，跟你们说再多是浪费口水，等我找到上堂之后，回头再帮他讨回公道。不好意思。这个孩子虽然不是很好，可是还蛮讲义气的。阿姐，你们想喝什么？我去买。哎，外面下雨耶。那你伞借我一下。好。
可以了。今天晚上就委屈你在这边过夜喽。嘉欣，谢谢你。谢什么啊？那我走喽。谢谢年轻人，你再感冒，这感冒药给你了。不用了啦，有没有水可以吃药？没有水不用吞，你去饭店，还当我是 rest service， 娇贵一点啊。好啊，不这样是不是？你感冒变肺炎是不是死定的，到时候不会管，不管你。你那边有没有吃的、啊？什么了？吃的没有了。这时候如果洋芋片吃多好啊！
眼的人是什么？太好了，怎么会有洋芋片啊？这世界上真的有神存在啊！起来吃一点。来，谢谢了。老天爷呀、啊，如果我们不嫌麻烦的话，给我一份内眼牛排。哇！你神经病啊你！张景涵，他到底要干嘛？奇怪，到底是跑去哪里了啊？喂，所有流浪汉能待的地方我们都已经找过了，现在5:30了，我们都找了一整夜了，他是不是找到房子住了？不可能，他如果找到房子他一定会打电话给我的。那你不是说他家很有钱，说不定他回家了。这更不可能啊，他不可能低头回家的。喂，今天是我们打赌的最后一根期限，那个免费管理人到底？放心啦，一定会搞定的。生我的气吗？我想过了，我决定相信你。真的吗？嗯，其实这整件事情的疑点真的很多，我不应该不听你的解释就认为真的想报了警。少棠，我之前对你那么凶，你应该不会怪我吧？不会不会，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我也没关系，只要你相信我就够了。快吃吧，我等一下还要去面试呢。找到少棠了吗？干嘛那么关心一个强暴犯？我哪有关心他啊，我只想知道他会不会因为身体上的需要又跑去犯案什么的、啊、妈，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楚少棠，难道你真的觉得他会？好的啦，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多次了。其实昨天嘉欣有看到他了。是吗？他人在哪里？人还好啦。还好人没事，要不然你们这些女人全部都是杀人凶手。是一直很想知道我视频去哪里了吗？我哪有想问啊，我昨天只有问一次，我就没有再问啊。不行，你是我，我想你有权知道。其实这几天我去了一趟挪威，目的就是帮巧乐买一双她一直想要的冰鞋。本来我早就已经决定把这个秘密埋藏在心中，如果不是你逼我的话，我是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现在妈，我只求你不要告诉乔乐。